陆行兽来了，不小只的陆行兽，他要撞我。哦，你又要撞我，不要啦。哦，这是哪里啊？浮游虫。哎呦，哎呦，还有40K、30K， 不要走，你上面踩不到陷阱，过分。4000、3000，哇，被推下去了。哇、哦哦，过了，过了。我听到一个惨叫声啊！是脆弱的时候被推下去，解锁啊！我有光束塔了。你对敌人造成2000伤害。散弹枪、狙击枪、烂枪、烂头，解锁好多枪。你解锁好多枪哦，20等的吧？是。嗯，对，20等的，对。哦，繁星25等，解锁比我还多哎。对啊。道路工地，再来。哦，这个是爬树，有两条树干还树枝的。啊。Reporting in。还是这个好了，习惯这个。带电的箭矢插入地面，对区域造成范围内所造成。我来看，安安，哦，这个塔，这个地形，哦，等下这地形是要爬。嗯，他就是让他绕另一边。我那边都堵起来嘞。哦，这个啦，这个绕上去。我带个可以回核心血量的好了。嗯。对，错了，错了。如果这样子进来的话，这样子，这个树也太尴尬了。走错地方。哇！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啊！我后面一直红一下，红一下。就是我这把雷就雷的十字弓，他说射在地上会有这种范围效果嘛，对不对？啊，然后他进去看一下哦，塔上不要动。好，你可以动了。哦，你是说他会电是不是？对，你身边也会跟着电。嗯，所以可以射在你身上，哦，然后你去被怪打的。哎，没有，应该可以，也可以射在怪身上啊。哦，可以啊，可以射在怪身上啊。你玩过，哦？之前玩过那一把，可是我后来换了。哦，因为我觉得他的子弹太少嘛，跟伤害就是他比较适合那种很小小只，然后群体这样。可是后来发现那种大只的太多了，嗯，没用那只。好，该怎么盖嘞？卡位好了啦，卡位。我觉得缓速很有用，我先升他。啊，这边核心附近中间啊！拜拜，嘿，hey. 啊，这边这个啦，放着那个。Hey. 你这样盖的话，等一下从右边来跟从上面来的话，哎，欸，对，上面还会有 哦。嗯，就之后要去那个。对啊，上面那边。下一回合要去上面那边盖啦。嗯嗯，不然会爆炸。那，啊，不然再减少一个塔，你，哦，要先把它盖上去。你要盖什么？哦，夹子。这个盖远袭如何啊？
反正远袭范围很大，不知道会不会被箭那个其他装置挡掉。哦、对耶，我也蛮好奇会不会被挡到的啊。算了，先不盖了。不要一直射我！你很帅，手拿光剑呢。不好意思。好了，那盖这个好了。小蜜蜂，小蜜蜂。哦，我又掉下去了 ，What the fuck！ 没关系，你很快就会回来。Oh come on！ Oh come on！ Let's go！ 这样子，嗯，看地图。可以啊。哦，你说你连中间那也挡住是不是？可以啊。嗯，这样子应该可以吧？可以。让他觉得绕一大圈，绕他绕一大圈。OK。所以怕了之后，地图右边那一个，右边那一个，对，那个会比较近而已。欸、你们的资源也都丢给我，好吧，我盖一下。啊，没有，我的钱没丢给你，我盖完了。哦。啊啊！我被光剑挡住视野啦！真的有。叭叭叭。我就看到我的一半的视野被光剑挡着，然后就掉下去了。脑袋，哇哇，你好帅！我从来没看过你这么帅过的。想干嘛？比平常更帅了吗？对。呀！从没看过你。欸、其实他这蛮挡视野的、欸。真的。真的。我真不。OK， 好，盖完了，来吧。好，我来 ，Ready， 来试武器。哇哇哇！哦，跳出来！他直接跳出来。赤蜥，赤蜥跑进去，他只想打我。他想吃熊猫肉，走开！啊、哦，我好久没吃了哦。不要！哎、欸，等等等等啊！我被磁吸连撞了两下，我掉下去了。哇！哎呦，对，这游戏是比谁先一直跳下去。对，哦、啊，现在哈基领先三分了。哦，右边的，要去接右边的，另外一边。好啊。右边自爆的还好啦，这一波可以稍微挡一下就好了。啊、那这边要怎么盖啊？不用急，先往下吗？先往下跟下面那一条路集中之后，再绕稍微绕一下，如何？我觉得路线要给它稍微改一下。你要改一下吗？嗯、那从上面进，然后上面堵起来。嗯。从上面进，下面进，从上面进，对。就我现在绿色指标在这边，先这样带嘛，先把它带到这边来。这样子，是吗？这样子哎、欸，往上，全部往上。哦。只是说，啊，我知道，这里，把那里堵起来。还是这个堵，这个拆掉。就拆掉，然后去挡上面的路，拉去倒绕塔一下，所以就把它堵住。所以我这里先稍微放一个挡一下，这里先放一个挡一下，这样子，然后那边拆掉。你们可以买这款给你们的长辈玩啊。那动脑喽，不会老的痴呆哦。好了，这样子，好。只是每一回合都要稍微去动一下，动一下，要调整一下它的进出口。对，它、啊、上面应该可以稍微看能不能绕一下，我上去看一下。好，看有没有办法绕。上面可以啊。走啊。对啊。塔动一下哦哟。好哦，有够远的。就是上面你会比较高刚而已，因为它有两条路。嗯。地图很大，对，地图有够大的。等一下，我突然对不到位置。哎呦，哪里是哪里？哦，这里。看一下、哦，
哎、欸，我好像盖错了，是不是？哎、欸、哎、欸，他啊，哎、欸、哎、欸、他这边这样可以走过来哦，哦，原来可以这样走。哎、欸，为什么那边可以这样走？对啊，对啊，很神奇啊！是那边不能盖，但是可以走啊。斜的、啊。对，神奇。这边就是这样可以斜着走过来。好的，挣200块。200块要盖什么？你们那边还有要升的吗？有，我看一下，有个小蜜蜂可以稍微来升一下。小蜜蜂在哪？哦。嗯，还有哪里要升、嗯？其他看起来都已经三阶了。等一下、哦，我看一下征服可以包到全部。征服升级会不会增加范围，对不对？哪一个要看哪一个？征服塔好像忘了、欸。哇，是会，好像是会的样子。确定吗？因为这个征服塔现在抓不到镭射跟火箭。先，我不知道，当我不知道了。你就加一点点看看，超幅一点点看看。那我就盖在等一下，怎么会有这个？放个陷阱哈、啊，有捕兽夹。对啊，捕兽夹我有放啊啊！有人被压到了 啊！不会啊！还没，等下练满看他超频会不会吧？可以啊，因为石轮也是超频之后才会增加范围。哇哇哇哇！Ow！ 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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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不要再打了，我好死了。这么快，干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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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帅哥、哦。我在哪里啊？在哪里、啊？我在哪里？这里是哪里？这里吗？这里这里哦，走走这里走，这是这里走。OK， 好。一附我就迷失方向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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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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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哎，谁？怎么？哇呼！哎呦喂啊！在我后面自爆！这关真的很容易摔死、欸！哇，身份上面的，那我要把这个改造塔。三个角，三个路线都有人了啊！我改错啊！我浪费钱了哦！好，现在三个路线都有。哦、上面接下来就是上面那边，微尴尬。下面两个数量都不多、哦，上面的比较多一点，有一个坦克。嗯，哇，让他们走、這個啊、走上来吧，让底上面的往下面走，因为下面两个点的地方他敌人都不多，如何？好。交给你处理好我打哦对哦康复可以瞄准哦嗯这是这个先拆掉这个拆掉然后我去打下面的给你约好了这样子给你塔都给你了解你繁星你有没有啊哎、欸、繁星你都给完了对不对没有怪好需要一个、欸、那个我们家里出口那边把挡下了，刚卡点，嗯，这里，这边需要吃一下，音乐这里，等我一下、哦，哦你要挡，对，这样集中到左边那边去啊，哦，对啊，这有没有吃饱？应该有吧，因为这里只有四只的那个而已，四只的会吐绿色蜥蜴的。好，应该还可以。我还有一块。哇，这关好难挡，好难挡，走错路了。冲啊，冲下去！好远哦，不够远。嗯，其实我想做一个东西，这样子。这个拆掉。然后就在这里，啊，卡住了。这样子应该会好一点。W 不要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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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卖 W。嗯，这里拆掉好
哎、欸，你那个是你在它中间那一条路等一下，等一下，我还在改。为什么声音好低哦？绕过来之后，我这里感觉这里每次都要稍微变动一下哎、欸。这关是啊。对啊，像这样子，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嗯。OK， get ready。我去打那几只兔兔。